各位法师慈悲，各位莲友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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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放上。今年是大年初一，首先向大家恭喜新年快乐，念佛发喜，光寿无量。阿弥陀佛。愿大家新的一年蒙受弥陀光明照耀，业障消除，福慧增长，逢凶化吉，出入平安，万事吉祥，事事如意。阿弥陀佛。这个语言还有文字乃至符号都有力量，都会无形中导致一个结果。在新年的期间，我们中国传统都要讲吉祥话，把过去一年的是非恩怨好像昨日已去，今后的一年就重新开始，所以希望今后的一年都是美好的。在一年的开始，大年的初一，有信仰的人都会到寺院去共修，或者是莲香拜佛，一般民间也都会到寺庙去烧香，求一点的平安。那么这一种传统的习俗在现代逐渐淡薄，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会往外去观光旅游。我们今天大家到道场来，都表示是有深厚的信仰的。过年是最欢乐的，所谓喜气洋洋。在外的儿女，在什么样的缘，逢年过节，尤其是春节，都会回家来团聚，吃团圆饭，向父母拜年，那发红包，之后呢就会围炉，然后呢也会相聚谈话啦，或打牌啦，往往通宵达旦可以说喜气洋洋，非常欢乐。但是所谓欢乐尽，悲情生，最后又留下了惆怅。有一句话说，曲终人散皆是梦，繁华落尽一场空。短暂的几天过年之后，家人朋友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，留下来的就是空空荡荡的家庭空间，那几个老人家。这也可以说人生的真实面貌，也就是凡事无常，那繁华落尽
之后呢，所谓训练归于平淡，就是平淡的境界，平淡的心灵，所以平淡才是平常的，才是正常的，也才是永恒的。所以人生要体会平淡，接受平淡，在平淡当中体会它的无喜无乐的安然寂静。归根结底来讲，人的一切都是起心动念，如果心念不起，当下保持平静，那其实是最安详的，也是最真实的。这平静的心灵才是永恒的。平静的本质其实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。不过人心难得平静，因为都有贪嗔痴，都有妄想杂念，这个心会随着六根而奔出于六尘。因此在过年期间固然欢乐，同时也体会人生的真滋味。你们手上都有这一张讲稿吗？这张讲稿有两个题目，一个就是人生有两条路，一个题目是佛教有二法门。首先我们来看人生有两条路，两条路啊。各位人友们，人生有几条路？其实一般路很多条哈，那么归纳起来就两条路。首先大家看啊，一生活的路，二生命的路。生活的路是阶段性的，生命的路是终极性的。以比喻来讲，阶段性的生活之路好像玻璃珠啊，它也一样的璀璨美丽，但最后呢虽会烟消云散，会消散。那么生命的路是终极性的，它像摩尼珠，摩尼珠是真实的，不会变的，而且具足万德，所有功德，它才是永恒的。那么我们看看中间左边的这个说明，人是什么？生从何来？死往何去？人是什么？那么生从何来？死往何去？这个论题是属于哲学性的，也是属于宗教性的，乃至是追求宇宙人生的本质的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大家曾经想过吗？想到这个问题的才是有宗教气质的，宗教情操的，有宗教之源的人。如果从来也不去思维这方面的问题，那就是没有宗教之源，宗教的那一种气质倾向是比较淡薄的。很多人从生到老，一天过一天，从来也没有想到人是什么，我是什么，我从哪里来，又往哪里去。如果以佛家来讲，禅宗就是最去追究这样的问题的。禅宗就是追究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，这个就是追究
人是什么？各位，人是什么？人啊，以心经来讲，最明确、最简要，就是五蕴。五蕴啊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呢，就会度一切的苦厄。那五蕴是什么呢？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那么受、想、行、识也是这样，亦复如是。所以人就是五蕴合合的，五蕴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色就是物质，也就是地水火风；受、想、行、识就精神的、心理的层面。所以人就是这两个物质的跟精神的结合。物质的就地水火风，那么精神的、心理的就受想行识。那么离开了地水火风，离开了受想行识，就没有所谓这个人的这个存在，人这个动物。所以人是什么？人就是五蕴合合，假借五蕴而临死的、暂时的、短暂的存在。那么他总有一天会离散，因为一切都因缘，缘生则聚，缘散则灭。那么我们现在的身体就是五蕴啊，所以这个人这个名称是假借的，假借人这个名称，在我们祖师谈论大师往生论注里面就说啊，秽土假名人，净土假名人。所以人有的这个存在是因缘和合，那这个名呢是假名啊。所以我们也可以体会体会，我们的身体啊，会老会病会死，总有一天会离开。而我们的思想，也就是我们的观念，我们的个性也是随时在改变的。所以人是假名，人是五蕴，而五蕴的本质是空。这样来讲的话，人是什么？人就是空。但是虽然是空，不过现在却有一个人存在，因此我们不执着这个人，要了解他是空。但现在有了这个人，所以也不能执着空，要这个在世间圆满做人应该做的事情。这样的话呢，就能够把握中道。在《大智度论》就说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一名为假名，一名中道义。所以我们对人乃至对世间的正确观点，就是把握空假中。所以讲这个人生观、宇宙观、价值观，以什么观呢？就是把握空假中，这样的观才是正确的观，才是正知正见的。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？各位，我们从哪里生过来的？从父母胞胎啊，从前一辈子，那么前一辈子又从前前一辈子，那就从业力而来，从轮回而来。那往往我们都是在三恶道的多，所以这一辈子难得生而为人，可是过去世却是三恶道的多。所以人从哪里来？从六道轮回而来。那比较多的是从三恶道而来。那之所以为什么有这个三恶道，有这个六道，
的这个果报，这个就是因为业力从业而来。那业力从哪里来？从心而来。那心本身是空的，但是我们被这个贪嗔痴，被我们的业习所笼罩，而成为贪嗔痴业习是我们的主人，而真正的主人就变成客人了。因此呢，死往何去？又六道轮回而去，又堕落三恶道而去，这个就是人生的现象。那人生的现象也是人生的虚像，因为这不是真实的，是短暂的，不是永恒不变的这个真实。不过我们既然生而为人，也必须要借假修真啊。所以人活着到底为什么？人存在的终极意义与最高价值是什么？我们存在必须要有意义，那最后的这个意义是什么？人的存在要有价值，最高的存在又是什么？人为什么活着？再怎么样的苦也要活着，也非活下去不可，到底是为什么？难道只是为了丈夫，为了太太，为了儿女，为了家庭经济，为了自己的财富，为了自己的名位吗？这个只是所谓的生活的路，不是生命的路。那么生活的路啊，它是短暂的，所以接下来看啊，人生有两条路，生活的路与生命的路。生活的路追求食衣住行功名富贵，这是身体存在这个世间短短几十年必须要的。再来就生命的路，就追求平安喜乐永恒归宿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总有死的一天。那么死了往哪里去？如果还是六道轮回的话，那就痛苦无尽。因此必须要寻求一个能够平安的喜乐的，而且永远存在不会改变这一些平安喜乐，要追求那一种归宿。如果生活的路富有而生命的路贫穷，虽然丰衣足食却空虚不安啊。很多功成名就之后觉得心里空虚，拥有财富之后功成名就拥有，最后呢却感觉没有什么喜乐，反而是平平淡淡的，而且呢有莫名的莫名的说不出理由的那一种空虚啊。那个就是每一个人无名的影子显现。当追求所要追求的得到了之后，就会感觉这个其实并不是真正所需要的，还有一个真正需要的，但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却不晓得，所以就会有莫名的空虚之感，那个就是我们的无明的显现。那是无明的影子本体，我们看不到。再下来人有两大需要，一是阶段性，一是终极性。阶段性就是生活的路，是短短几十年，它是阶段性的。那么终极的路是未来的归宿，它是永恒性的。如果用一个比喻啊，就是玻璃珠跟毛衣珠的比喻，那么玻璃珠就是满足阶段性的需要，摩尼珠满足终极性的需要，前者会烟消云散，后者则永不分离啊。玻璃珠光明灿烂，内外光洁剔透，看起来
好像珍珠，好像钻石，好像如意宝珠，但它却不是真正的钻石，不是真正的如意宝珠。它的这个璀璨光洁只是短暂有生之年几十年的需要使用而已。当人命已尽，这一些就随着生命的灭亡而烟消云散。那么人是五蕴合合，肉体物质的，它会老会病会死会消灭，但是其他的这个四蕴色受想行识啊，它最后呢最归入一个识，识就阿赖耶识，也就是一个神识，一个灵敏的灵敏的一个有感觉的。那么这个灵敏的有感觉的，当肉体好的时候，就假借肉体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一些感官产生作用。当肉体没有了，那么他那一种神识那一种感知还是存在，它不会消灭，但是它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会随着缘而又去投胎转世。就好像这个磁场这个能量它是无形的，但是它有力量，它会随着这个缘而导致一种结果。所以人不要一生只把握到一大堆的玻璃珠，而把如意宝珠给遗漏了，那才是真正的贫穷。一大堆玻璃珠就是也拥有美好的眷属、安乐的家庭、高官，还有贵重的这一些名位，同时丰厚的这个财富，人只要有这一些，一辈子就所谓的荣华富贵，可是最后又轮回而去，岂不是可惜吗？人生在世，以我们中国人来讲，都追求五福临门啊，所以五福就是要富，富有，财富多，要贵，自己高贵。在社会上有地位，然后呢要康要寿，要健康又要长寿啊，到最后呢又要好的这个去世啊，走得好无病安详的去世，这叫五福啊，富贵康寿，然后好走。但这是不容易的，人生在世是苦多乐少，种种的苦，苦是无边，这一些美好的五福不一定要追求就追求得到。人生是一个缘，没有缘不能在一起，没有缘即使自己再多么的喜欢，多么的喜欢，多么的想永远相聚，但都不可能在一起，就会离开，因为没有缘嘛。那只要有缘的话，你尽管怎么样的不喜欢，怎么样的讨厌，也会相聚在一起，因为这是你们的缘。那缘就来自于业力，那业力对一般的人来讲，他是循着这个业力再过一生。那对于修行来讲呢，修行人来讲呢，它就不是固定的，它是会改变的。那修行其实不容易，修行有几个层面，一个是积功累德，积功累德就是首先呢布施自己的财富，布施自己的物质，去广结人缘，去累积
福报，所以一定要布施。那布施刚才讲就物质来讲啊，那么就这个无形的层面来讲，说好话啊，做好事，对人家好，让人家欢喜，这也是一种布施。那再来修行，就是修身养性。修身养性最基本的，就让自己的心时时刻刻能够处在平和、柔和的这个心态上。这个也就是我们中风属地所讲的，对自己呢，尽量要谦卑柔和。那刚刚讲的所谓布施，就是对他人要给对方带来恩慈体贴。自己刚刚所说的一句话，有没有给对方带来恩慈体贴？所做的一件事情，有没有对给对方感觉是恩慈体贴的？这是就外面的布施跟里面的修养来讲的。外面就是对他人恩慈体贴，那么内面呢，就对自己要谦卑柔和。能够谦卑，能够柔和，这是一种德行啊。那么再一种修行呢，就是念佛，念佛。那在这几种修行当中，念佛是最容易的。不过呢，前面的对他恩慈体贴，对自己谦卑柔和，就是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要过社会生活、家庭生活，所必须要尽的人的这个本分啊。那么念佛之所以容易，是不管是农工商，不管老人，不管小孩，不管聪明，不管愚痴，不管出家，不管在家，人人都可以念佛，也不管什么地方啊，所谓这个道场啊、大殿啊、殿罗堂啊，或家里的客厅啊，或者是房间啊、厨房啊，或者是自己的职场工作岗位啊，任何地方他都可以念佛，因为这一句佛号是最能有智慧的。不吉祥的地方念佛可以带来吉祥，不清净的地方念佛可以带来清净，不平安的地方念佛可以带来平安。那么虔诚念佛也可以消自己的业障，业障消了，福报就增长，就会呢逢凶化吉，依然成祥，就会恶缘能够化解，成为这个善缘。那么任何时间都可以念佛，早课可以念佛，晚课可以念佛，白天晚上都可以念佛，所以任何时间都可以念佛。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都会寻求这个好的日子、好的时辰啊，但这是就一般人来讲，如果就修行人，他因为是一个修行人、修心的人，所以时时刻刻对他来讲都是好的日子、好的时辰。那么对我们念佛人来讲的话呢，跟阿弥陀佛在一起，受着弥陀光明的普照，所以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时。那如果就有父母的儿女来讲，他对父母孝顺的话，孝顺的话，这个人不会有灾难。对父母孝顺的话，即使事业上有问题，也不会有大的挫败，因为百善孝为先。到寺庙去烧香求神拜佛，希望得到平安，可是回到家里来却跟父母顶嘴，那这样呢，这样怎么能够平安呢？这样灾祸都来不及了。神明在哪里？在自己的家里，就是自己的父母才是真神，真正的神。对父母孝顺，对父母好，是
胜过到寺庙去求香、去烧香、拜神、求佛。我们刚刚讲念佛是最方便的、最容易的，只是一个念佛的人，他不能只管念佛而不圆满这个人事啊。接下来请看这个第二段啊，也是人生有两条的，这个生命要有依靠，阿弥陀佛是真实不变的依靠，生命要有归宿，极乐世界是永恒安乐的归宿。刚刚讲这个人是五蕴和合，五蕴是色受想行识，色是地水火风，是物质的，那么这个生命就有物质的跟有精神的，那么物质的生命在这个世间上是不是要有依靠？要有依靠。那什么是真实不变的依靠呢？阿弥陀佛是真实不变的依靠。我们会依靠我们身体的年轻，对不对？人没有永远年轻的，会老迈。那人会依靠自己的健康，对不对？人没有永远健康的，会生病。那人会想依靠儿女、依靠亲人啊，那么儿女、亲人也不能够依靠，为什么呢？尤其是现时代哈，儿女啊、兄弟长大之后就会离家背井，到外地去，甚至遥远的外国去，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来，甚至呢，也只能春节回来。乃至春节不能回来打个电话买个礼物，那么父母老了就送到这个养老院安养院，所以儿女也是不可靠的，何况自己老了是自己的事情，儿女不能代替我们老，自己生病痛苦了也是自己的事情，儿女不能代替我们的苦，那么自己要生死轮回而去了，而你再孝顺也不能代替我们的生死轮回。那么财富有一天也会消散，财富也不可靠。那我们的功名富贵有一天也会堕落，也不可靠。这个社会也不安定，有天灾，像花莲的地震，有地变，地震啊，天灾、台风什么的啊，所以这个地震啊、山崩啊、海啸啊、台风啊、大雨啊，这个是社会上的这个不安啊。那当然，这是属于另一个层面的，社会有社会的人事，那社会的这个人事啊，也有他不安的一面，像目前台湾的社会其实不是安定的，那么国家呢也是一样，有战争的这个恐怖，所以说起来这个世间到底什么能够让我们依靠呢？世间无可依靠，所谓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，都不可依靠，只有阿弥陀佛，他是真实的，它永不改变的、永恒存在的，是最坚固的，可以让我们依靠的，而且不是我们去依靠它，是它要求我们来依靠它。那么有生必有死，所以我们也要有一个归宿。什么地方是永恒安乐的归宿啊？极乐世界。大家将来要不要去极乐世界？要，因为极乐世界是永恒的，是安乐的，永恒的表示他生命永远存在，他不会死，也不会老病，也不会轮回，他永远都是年轻貌美的，所谓金刚不变不
坏的这个身体，同时他是安乐的，因为没有老没有病，同时有六种神通，三明六通，可以来来去去，自由自在，无所障碍。要回来看看亲人，或者要到哪里度脱历劫的父母兄弟六亲眷属，都能够自由自在，没有苦恼，没有障碍的去随缘救度。所以世间无常，那么人命也为脆，思维之后，唯有阿弥陀佛才是真实不变的依靠。所以世间虚假，唯佛独真。人总要离开这个世间，到哪里去？你去跟阎罗王报道，那总不如跟阿弥陀佛见面，就是要往生极乐世界。因此我们就是要有信仰，信受弥陀的救度，之后专称弥陀佛名，目的就是愿生弥陀净土。那不是到那里去逃避或享乐，而是要回来广度十方众生，因为十方众生也是我们历劫以来的父母兄弟六亲眷属，所以十方众生他不是别人。那对一个修行人来讲，接下来请看一，要定课，无定课者伏虎不入，心主六尘，仅有随喜。二，要专一，不专一者杂修杂醒，功不成就，完无目标。所以修行人就是每一天要有固定的功课，而且这个功课呢，必须要专一不杂的。如果没有功课的话，伏虎不入。伏虎不入就是似有若无，不踏实，不踏实。那么整天就心足六尘，那修行上呢，那只有随喜的功德。那如果有定课的话，你一天再怎么样的忙碌，至少有那定课的功德了。同时要专一，不专一的话不能深入，功不成就，事半功倍。而且不专一的话会导致没有一个目标，那对我们净土法门来讲是有目标的，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极乐世界。但是如果不专一念佛的话，那会忐忑不安，会导致自生疑惑。我这样对往生来讲，功德够了吗？资粮够了吗？确定了吗？能够往生吗？就会有这样的疑惑，就导致功不成就，完无目标，最终没能往生。所以同样是随净土法门，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在修行上就要专称弥陀佛名，而且一天当中要有一个功课。在佛门当中，功课就是早课晚课。一天的开始还没有动脑筋思维这一天要怎么规划怎么做，就先来念佛做功课，这就是早课。那要睡觉以前也做个功课，来作为这一天修行的这个结论总结结束。早晚课也有所谓午堂功课，午堂功课就用餐的时候，早餐午餐还有早家乡又或者午家乡这一些功课，也就是说一天的生活都融入在修行当中，生活就是修行，修行就是生活。
在上早晚课的时候都会打这个击中鼓啊，打击中鼓。那打击中鼓呢，会随着道场的这个宗派属性而有不一样的意义。接下来一要信业报，不信业报不会趋而行善。二要练无常，不练无常不会及时修行。如果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，就不会趋而行善，就不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就不会去累积功德，就不会去想寻求解脱。我们要练无常，不练无常的话不会及时修行，会认为我还有明天，我还有未来，我事情这么忙，我哪有时间修行呢？所以不练无常就不会有时间修行。那么无常观越深的话，他就会越有时间修行，因为他想到有可能出门回不来，有可能躺下去睡觉明天爬不起来，所以他要抓紧时间修行。所以佛陀说，一个修行人，老实的修行人是怎么样的人？是无常观的深厚的人才是老实修行人。那我们念佛人是有相信业报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念佛人啊，随时都是具备往生所谓平生业成，所以不管他无常什么时候来，是早来晚来，我们往生这一件大事都已经预备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人生有两条路啊，大家呢可以好好思维。接下来请看背面，佛教有二法门啊，二法门。国府二教差别，二教就是圣道的跟净土的，这两个教理，这两个法门的这个差别。这个内容呢，是摘自法然上人的一篇文章，叫做《无量寿经释》。这篇文章是在法然上人全集啊，那么这一段短文是在法然上人全集的124页。那么法然上人所讲的这个《无量寿经释》这个文章，是法然上人亲自用中文所写的。法然上人是日本人，是800年前的日本的一位高僧，日本的净土宗是他所创建的。在当时人家都恭敬法然上人为大势至菩萨再来，也恭敬他的智慧，就好像文殊菩萨，所以又称他是文殊世现，是一个再来人，了不起的人。那么在那个时代，学佛往往要有学问，而且要能够懂中文，会看中文，也会写中文。那法然上人他智慧如文殊啊，那么慈悲如大势至，对这个中文的听啦、说啦、写啦是不障碍的。那么我们看他这一篇的中文怎么讲。这里说三圣四圣圣道，正相即过，至末法时，但须有教，无有行证。所谓三圣，就是声闻圣、缘觉圣、菩萨圣啊。那加这个佛圣，就是四圣，四圣。那么这三圣
也好，四圣也好，就涵盖的大圣跟小圣。那么这一些法总的来讲，就是释迦牟尼这位大圣所讲的法，所以叫做圣道。那如果又把它分析的话，又有这个圣道门跟净土门。圣道门定义是你自己的力量在这娑婆的世界修行，那么经过了生生世世，经过了三大阿僧祇劫而成佛。那么另一个是靠阿弥陀佛的力量，这一辈子往生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就能够快速成佛，就有这两个法门啊。那么这两个法门也都有三个阶段，就是佛法三时，三个时段，就正相，不是正法的时期、相法的时期跟末法的时期。在这里所讲的正相即过，正法时期、相法时期已经过去了，至末法时，现在已经到了末法的时代。但须有教，无有行证，只有教理经典的存在，同时也有讲经说法的人啊，但无有行证，没有修行的人，更没有正果的人啊。有关这个道理啊，在无量寿经里面，无量寿经最后流通分的地方就说，将来的时候，当乃至是经到灭尽，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，止住百岁。也就是说，当乃至是经到灭尽，当乃至是指这个末法一万年之后，所有的经典法门三藏十二部都会消灭啊。这个就是三个时段，正法时、相法时、末法时。在《法灭尽经》里面就说，所能言经薄舟三昧先化灭去，十二部经寻后覆灭。意思就是说，将来法灭的时候，是从能言经啊，还有薄舟三昧经这一种道理比较深奥、修行比较困难的经典会先消灭，之后呢，三藏十二部经才会逐步逐步的消灭。那么隋朝的慧远大师在《无量寿经书》就说了，说释迦正法有五百年，相法千年，末法万年，一切皆过名为灭尽。也就是说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个法有分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。那么正法的时间有五百年，五百年过了就是相法的时间，那么相法的时代有一千年，一千年过了就进入末法的年代，那末法的时代呢有一万年。那么现在我们啊，离开释迦牟尼佛有2600多年啊，也有一个说法，也就是已经3000年左右了。那不管是2600多年或3000年，都已经是进入末法时代，将近1000年了啊。那么再过9000年，就10000年之后，末法时代也过去了。那个时候叫做灭法时代，所有的经典教法都会逐步逐渐消灭。那个时候，所谓的佛法生三宝也就不存在。那没有佛法生的话呢，也就不晓得有三恶八应、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，也不晓得修行解脱，也不晓得啊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了啊。
过呢，释迦牟尼佛说，他为了悲悯死亡众生，所以以他的这个愿力，把无量寿经留下来，也就留下这一句名号，使得即使法灭了，但是阿弥陀的名号还存在，使得那个时候的人能够容易念佛，容易解脱，容易往生。因为那个时代佛法都没有了，而其是既然是那个时代，表示这个人的这个根性比较拙劣，时代呢也比较饶薄不淳厚，所以难得修学其他的法门。那怎么办呢？至少释迦牟尼佛留下这一句万德洪名，给大家容易称念，容易修学，容易往生啊。那么唐朝的窥基大师，慈恩宗的大师，他有写一部书叫做《法华全赞》，在第五卷的地方就说，正法教行正三皆具足，相法唯有教行无正果者，末法唯有教在行正并无啊。这里谈的教行正是佛法的这个纲宗，那么就正法五百年来讲，有教有行有正，这教行正三个都具备，也就是说那个时代的人啊，是有讲经说法的人，也有依教修行的人，同时也有因为修行而正果的人啊，而且正法时代这样的很多，教行正很多。那么相法一千年只有教根行无正果者，也就是说在相法一千年当中，有经教有讲经说法的，也有修行的人很多，但是呢正果的人就没有了，很少。末法唯有教在，末法一万年只有教理还存在世间，行正并无，修行的人正果的人并没有。这个是唐朝窥基大师所讲的。窥基大师是玄奘大师的得意弟子，他跟玄奘大师是建立了慈恩宗啊。窥基大师是唐高宗时代的人，同时是一个国戚王亲的身份来出家的，他的学问、他的头脑、他的修行都是鼎鼎有名，数一数二的。那么那个时候已经是进入末法时代了，那末法时代的这样的这一个所谓高僧大德啊，他还感叹的说，哎呀，这个末法时代呀，只有教啊，没有行，没有正啊，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真正修行的人，也就是说即使有心修行，但修行无力。那既没有修行或修行无力的话，当然你就不能正果啊。所以教行正是佛法的这个纲宗纲领，在正法时代随便修哪一个法门都会有正果的人，但是现在呢已经没有了。接下来啊，悟饶诺之事求断惑正理入圣德果之人是甚难得，然者浊恶众生何以得以生死？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五浊恶世的众生怎么能够离开生六道的生死轮回呢？啊，然往生净土法门虽未断尽无有烦恼，因弥陀愿力生彼净土，超出三界永离生死，求其事机，计算所在甚多。意思就是说，
这个往生净土的法门，对我们作恶的凡夫来讲呢，即使没有断无明，没有降伏烦恼，可是依靠阿弥陀的愿力，也可以往生净土。一旦往生净土，就能够超出三界六道的轮回，永远离开生死轮回。那么这一种事迹，是古以来记载很多，也就是有证验的，不是空口说白话的啊。故知往生净土法门是未断或而出过三界之法门也。末代处理生死，除往生净土之外，更有着无有是处。故欲速持五浊魔境，超二十苦际者，必当归净土门啊。所以要想快速的离开这个五浊恶世啊，所谓五浊恶世是魔境，就是被第六天王所控制的。超二十苦际，二十就两种生死，一种是分段生死，这是六道轮回的；一种是变异生死，脱离了六道轮回之后呢，到成佛之间还有这个变异生死。那这个变异生死跟这个分段生死是截然不同。分段生死六道轮回，它本身是痛苦的。那么变异生死，它已经没有六道轮回的痛苦，它只有升华啊的这个转换境界。那转换就等同生死死一样啊。那么他的这个苦呢，只是心理上的不如意，并没有肉体的痛苦，也没有六道轮回的痛苦。那么想要处理两种生死，都必须归净土门，就能够顺利的圆满的达成。他就引用上道道绰大师了，这里说，故道绰禅师啊，也就是安乐己第七大门，在净土中生教己的话是在434页啊。故道绰禅师是此经横截无二趣之文云啊。此经，因为他这一段话是从这个解释无量寿经释里面摘录出来的，所以说是此经横截无二趣啊。横截无二趣这一段文呢，对我们净土法门来讲呢，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文啊，一首偈，也是很扼要的。那他全部的文啊，是在我们净土宗圣教集的105页啊，它总共呢是有八句，每一句有五个字，五八四十，总共有40个字。我们合掌来念一遍好吧，请跟我念啊。必得超绝趣，往生安乐国，往生安乐国，横截无二趣，横截无二趣，二趣自然毕，二趣自然毕，生到无穷极啊，生到无穷极啊，一往而无人，一往而无人，其果不违逆，其果不违逆，自然之所迁，自然之所迁。好，请问一下，那么安乐己第七大门的地方有引用这一段文来解释往生极乐世界呢，是用功啊少啊，用功少而功行高啊。那其他的法门呢，是用功大，但是所得的结果呢，却是不真的、虚假的。那么这个净土法门啊，用力很小，可是所得的呢，是个真实的、解脱的。因此，道绰大师引用《无量寿经》这一首偈来
说明啊。那么这一首偈呢，稍微解释一下，必得超绝趣，往生安乐国。这个必是指必然的，也是指自然的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要专称弥陀佛名，愿生弥陀净土的话，那就必定啊，必定百分之百的会往生极乐世界。而且这一种必定往生是一种自然性的，不假造作，不假功用啊，因为自然嘛，自然你要勉强它啊，是不需要的，要加工用刑也不需要的，因为它是自然。你说要排除它，要拒绝它也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它是自然。自然有好几种，比如说虚空自然，春天过去了，夏天就来，太阳上升了，傍晚就会下山，它是自然性的。你说谁去做它、推动它、完成它的？没有，那是自然，虚空界自然有这一种现象。再来，业力自然，我们行善将来得到乐的果报，作恶将来得到苦的果报，行善积德，下辈子还能当人或天，那么作恶多端肯定是三恶道，那也是一种自然。你说做了，啊，不要去接受承受，有了那个因，不要去接受那个果，那是也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业力自然就会来到。那你说是谁在主导的？是上帝所主导吗？是法官所判决吗？是阎罗王所判断刑法吗？都不是，是我们的业。做了这一个事情之后，它不会消失，存在宇宙当中，会有一股无形的力量，也就是能量，导致将来形成那一种结果，就业力自然。再来就愿力自然，这个愿力不是指我们凡夫的愿，指阿弥陀的愿，阿弥陀大愿业力，使得信受他的人、念他名号的人，都能够自然的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个就必啊必。那得就获得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命中，还没有到往生极乐世界，肉体还存在这个世间，已经拥有了，获得了，预先得到了。就叫做德啊，超就超越，就是横超，绝就是离去啊，必得超绝去，超绝哪里呢？超绝娑婆世界，超绝就到苦海，超绝生死轮回，离开生死轮回而去，必得超绝去啊。那么这个超呢，就表示是靠阿弥陀的力量而超越的。往生安乐国，安乐国是极乐世界。横劫无恶趣，这个横啊，横就是横超的意思啊，跟竖出是相比对的。那么这个横超，这个横显示是阿弥陀的力量，不是我们的力量。如果我们的力量是自力，一步一步来，那如果靠阿弥陀的力量，就不是自力，就不用一步一步来，就可以当下超越，超越时间，超越阶位，超越境界，这个叫做恒。所以这个恒显示不是靠我们的力量，也不需要我们的力量，同时也显示我们也没有这个力量，完全都是阿弥陀的力量。恒劫，劫就断劫啊，断劫，断绝无恶趣，断绝六道轮回的意思。那么有关这个无恶趣啊，无恶趣，在这个法门上呢，用道绰大师的安乐集呢，安乐集里面就有说明啊，请看啊。若依此方修至断除，先断见惑，离三途因，灭三途果。如果依据在娑婆世界靠自己的力量修行的话，必须先断自己的见惑，自己的烦恼啊，见惑。这样就能够离开地狱恶鬼畜生的这个三途的因，
离开这个因，同时将来不会再接受了，就会永远都在人间跟天上。之后呢，后段修惑，离人天因，随人天果啊。师皆见师断处，不贬横遭，这个都靠自己的力量，一步一步，一生一世的来断处的啊。那么这个无恶趣，也无恶趣就六道的意思啦。六道就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跟人、阿修罗以及天。那如果把阿修罗归入到天，归入到人，归入到畜生的话，那就五道。所以有时候说六道，有时候说五道。那么六道要五道也好，在这个世间来讲的话呢，有善有恶，有苦有乐。恶的就善恶道，善的就是天道、阿修罗道跟人道啊。那么如果跟极乐世界来比的话呢，六道也好，五道也好，就不是善了，就通通是恶了，通通是恶了啊。怎么讲呢？因为三恶道固然纯粹是恶啊，作恶堕落的，可是呢，人间也好，天界的天人也好，所修的是杂业，有善有恶，善业当中又杂有恶业在里面，也就有烦恼在里面，因此它不是纯粹的善业，不是纯粹的白业，它本身还有烦恼，因此没有离开六道，还有生死轮回，只是天寿的话呢，寿命比较长，福乐比较大，但寿命一到的话，又会随着他过去的业而堕落，而六道轮转，所以他呢，就业来讲不是纯粹的白业，就境界来讲他不是究竟的，所以呢，他跟极乐世界比的话，他还算恶。所以呢，说五恶趣，五恶道，啊，接下来说，若得往生弥陀净国，说破五道，欲使顿舍，故免横解。横解无恶趣者，及其果也；恶趣之人，必者，必其因也。啊，接下来说，天台真言，皆领顿教，然彼断惑正理故，又是见教也。天台中、华严中、三论中、唯识中、密宗禅宗，虽然教理上来讲是属于顿教的法门，可是呢，对我们根基来讲、修行来讲呢，所谓这个理要顿悟，事需渐修，理上顿悟了，但是我们的烦恼修行是逐步降伏，最后断除的，并不是说一开悟了自己的烦恼也断了，并不是这样。那么断见惑何其困难，在经典上就形容说，要断见惑如同用自己的身体要挡住四十里道的这个河流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接下来，名未断惑凡夫只出过三界长夜者，偏是此教，也就是净土法门，故以此教为顿中之顿。所以只有净土法门啊，它教理是顿教的教理，同时在行持上呢，也是顿教的行持。那并不是靠我们的慧根，也不是靠我们修行的力量，是靠阿弥陀佛。所以只要念佛啊，不管根基高根基低啊，都能够在这一辈子往生极乐，而断除六道的生死轮回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祝愿大家信佛念佛，得生极乐。南无阿弥陀佛。